好，那你要原成功是不是？身体有什么问题吗？先直接看花，直接花直接看，花有什么重点看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缺失。花就一朵花，然后下面都包起来这样子啊。什么东西包起来？白色的布。嗯。哦，来，你起来合掌好了。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坐着，先坐着。那个身体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妈妈起码断哦，妈因为伊西药剂嘛，抗水，听到讲要开一个瘘管。嗯。啊，可是之前那个瘘管是，之前那个瘘管是花龙啊，是花龙，然后没办法用啊，然后现在要做一个新的瘘管。嗯。那。可是现在住院期间，在桃园省立医院九楼哦 ，B151 床，那喜胜那边没有好的医生啊。妈妈这两天状况非常差，然后一直想睡，然后全身酸痛，然后甲北回啊那个地方，像乡村大慈大悲帮他化解，谢谢。食欲不好，哎，食欲非常不好，然后甲北回，然后不眠不休。啊，主要是因为这摆被。会都哈啊，又不晓得去哪里比较恰当，是不是这个阶段？大概什么是阶段比较适合他开那个瘘管刀？因为新的瘘管跟旧的瘘管衔接要一个时间。现在请注意，你们的新医院可以选择吗？是，是讲两间有一个那个。血管外科的医生叫谢宜昌医师，就这个吗？嘿，这个可以，可以哦。他们跟我这么挂到6月27号呢。6月27号。我现在看来是农历8月。那到农历八月再也在贵州呀？那时候加钱。他们过一月楼管。六月多吗？就是农历的6月27要挂一条，得以前七月底了。啊！可是他那个瘘管要快一点，不然再来就要八月。要快一点哦，快一点，他身体可以承受吗？像我看，其实我刚讲，看那花一朵花，然后下面都白色的布包着，白色的布包着。你几乎都伤口，对呀、啊。全脖子以下，他其实都已经，他这个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应该有阵子了，这样应该是很重要。很久了，山西当那边，烟灰缸96年到现在，飘来飘去的，现在是技工师，是。家里到三缸，把它给你机用，因为我妈妈身体起码好像不适合开刀，可是又要开那个刀，怎么办呢？八月可以吗？可是他现在是那个是临时的瘘管，怕他发炎。医生是说怕感染，大概是一般是说可以撑2到4个礼拜，不过今晚已经冷了100了。那你求师傅加持了。好，拜托师傅加持。因为这个医生可以，师傅说这个医生可以。给师傅加持好了，开始那个衣服，可以上加持师傅加持。我的外伤。你在痛啊？疼痛的一部分。对，就是很艰苦。这样往下去，那，处理意思是，请师傅能够明理。临时工，你们要警惕。在我们很多事情业缘没有发生前，我们要多行善多行功，那这样子会比较有意义。不然剩下的余生等业展现的时候呢，就只能与疼痛为伍，直至生命终了。疏风已经留给你加持，好不？安尼这医生会使啦。可以，卖啊！是不是什么问题？师父说给他一张保身符，可是是我看有一尊观音菩萨来给他，保身。
欢迎菩萨加持。菩萨说，他说菩萨说要帮忙这样子。嗯，阿弥陀佛，不公你在看他花式缠很久了，其实他这个身体都已经病痛了，已经过了。嗯，对，这被根治应该行了。对，那个时间嘛，那真的他也可以，就是说人生过了。如果愿意的话，好处安公会给我些艺术形象。愿意的话，也要给两节信哦，好不好？给我妈妈两信哦。哦，观音圣号吗？嗯，那、或者你们可以常去观音菩萨的庙帮他祈求。他、师傅有讲，他说就是说，老师不要。嗯，他这个已经很久了，而且他的一个疼痛，他的、你不会病很难去啊。就是他研究后面疼疼痛疼痛的一个部分，还是要持续这样。那我现在是因为为人子女，总是要帮他想个办法。那现在到底适合开刀还是不适合开刀？那开刀的话，真的要拖到八月吗？没有，刚刚菩萨说愿意帮忙啊，可以帮忙啊。那您的是，我叫6月27号去看医生，还是讲提早？爱提早去看。依照原来的就可以了。依照6月27，6月27去看哦。国历6月27号。你等一下，6月27。是开刀一天还是讲？最好是7月以前可以开了。7月以前去开。农历7月以前可以开。对啊，农历7月以前开。嗯。那我下个礼拜去挂号可以吗？已经可以了，预约好了。可。你说可不可以？挂号，这个医生可以啊。啊，是可以。他只是说开刀的日子。开刀的日子，嘿。都六七月进前了。对，7月前。那不然呢？